王总，这合同需要您签下字。给我订一个礼盒，下午要用。少见客户忙，需不需要陪您？不是，我下午去看我妈。阿姨生病了，王总，我下午没什么事情，我可以去帮忙照顾一下阿姨。Lisa， 这不是公事。 老公，海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约了太太团去下午茶，正好路过这里，给你送点汤。什么汤？你妈做的鹿茸甲鱼汤。这里就是总经理的办公区域，这4个是助理啊，特助，丁总从集团带过来的人，下放还能带随从啊？丁总，丁总，怎么了？丁总，你很谨慎吗？对你必须的。心满意足了。丁总没有必要对我怀有这么大的敌意。我来湾里除了要体现自己的价值，同时也是在帮你。所以我给你罗列了未来几个月的一个工作目标啊，希望你能尽全力的完成。 一，6个月内实现签约率90%，开业率75%。2，6个月内实现商场整体业绩翻一番。3，6个月内实现客流量增长50%。为什么实现都是半年？你的试用期，你要一个公平的机会 ，OK， 我给你。但是如果你无法实现你自己价值的话， 就别怪我公事公办，丁总就不怕我在同一件事情上反复要挟？我确信你不会，因为你的骄傲不容许你这么做。看来丁总还是了解我的个性，毕竟我们是老相识。可是如果我做到了呢？我是一个务实的管理者，不会公私不分。希望丁总记得您刚才说的话。喂，喂，丁总啊，之前您吩咐让猎头继续推荐招商总的候选人，目前有几个人选，你要不要看一看？暂时不用了。我那个房子价钱又涨了，你晓得不啦？太开心了，这么是呀。王太太，到底以前做过明星哦，这身材是好的嘞，难怪王先生那么喜欢。谢谢。哎呦。 蛋糕味道不错的啊，大师傅做的。嗯，是的，这茶也不错的，正宗的英国大红袍，我喝得出来的。这家店的味道其实很一般般的，上周我老公带我去的那家，那才叫一个好呢。亲爱的，你说的是最近那个网红餐厅吧？王太太，你也知道呀，是不是老领啊？其实去多了也就那么回事儿。姐妹们要是想去的话，下次我请你们。 那我老公肯定是不肯带我去的呀，老是跟我吃什么烛光晚餐、情侣套餐，一天到晚搞小年轻秀恩爱那一套，真的是吃不消他哟。王太太，你那么漂亮懂事，家里的事一丁点都不需要你老公操心的。王先生啊，肯定是很疼你的哦。其实也还好了，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腰疼，所以就报了个瑜伽班。王太太也是谦虚了啊，这两夫妻要是感情不协调的话。 婚姻要出问题的呀！是的，是的。没去咖啡厅啊？哦，我研究了一晚上的网红餐厅。我刚刚洗完澡，我准备睡一会儿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创业很累的。但是为了我们俩以后能够越来越好，我不累。你回来找什么呀？啊，港澳通行证，办公室组织要去旅游，今天必须得登记，我早上没带。 你要出去玩啊？带上我呗。部门团建不适合带家属。下次我们自己去。嗯。虽然背靠丽雅集团，但是因为回本时间慢，在集团内部并不受宠。地理位置虽然不错，但是因为体量太小，也不受品牌的青睐，所以在您之前，每一个招商总监熬不过半年就走了，加上您已经是第5个了，内部的人心早散了，大家都想着多拿钱少办事儿，内忧外患。你说这样团队还有什么希望？你既然看得这么透，为什么不离开？我懒呗。不。 你不甘心，我也看了你的资料。当年你以笔试面试第1名的成绩进了丽雅，但是去年突然被降级来到万里，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？总之，我就劝你早做打算，别趟这趟浑水了。鞋都湿了，还怎么退回去啊？大罗啊，我不管你有什么不能说的故事。 但是万丽是非常有潜力的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赌一把？配合我把万丽做起来。仔细想一想，你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大不了结果跟我一样，辞职再找嘛。你还年轻，这么早就认输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8点半，会议室开会，请大家务必准时到。收到。万总，这仗不好打呀。走了。这是谁呀？爸爸呀。嘿，你这臭小子！ 平时是谁陪你玩、陪你学习啊？怎么你最爱的人就成了你爸了？因为我想爸爸了，爸爸一直在外面赚钱，太辛苦了。开了一天的会，刚有时间回消息，我今天不会太晚回来。李姐，哎，我新买的那个蓝色的4件套，麻烦帮我们房间换一下。好的。 让我看看，你爸爸帅还是他帅？当然我爸爸。去不了几天，不用带这么多衣服。多带几件嘛，以防万一。人家怕你不够穿。我来吧。哇，老公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不厉害，怎么照顾我们家老婆呀？ 老公，我呢一定把我的咖啡馆好好的经营好，挣点钱，减轻你的负担。嗯，好。早上怎么站门口啊？我看你有没有醒，我想给你做早饭。你这天压力是不是特别大呀？为什么这么说呀？我看你买了好多东西，不过没事儿，要是能解压呀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你昨天晚上不是说会早回来吗？嗯，我也想早回来，临时多了一饭局，一弄啊都快天亮了，我就把那折叠床又打开了。 哎，那个书房的空调制冷不太好，你们温度没啊？要不然回房间来睡吧。还行吧，我这天天给国外打电话，还是住书房方便。哎，对了，我跟我妈已经说过了，她不会再来找你。那这件事情你自己怎么看啊？ 我不是怕他为难你吗？你就这么懒得碰我呀？对，对。房里人，让 Lisa 整理完之后发给你。怎么了，老婆？你说什么 ？Lisa， 整天就知道 Lisa。 小秋，早。到这里，散会。哎，丁总，这个是这个月的营销费用，您公布一下。 重做。哎，好嘞。我问您一下，是因为费用太高吗？投营销费用是为什么呀？提升商场的客流和业绩啊。但在你的这份表格里边，我没看到任何与投入对应的结果预测。花钱谁不会啊？去明确一下你们营销部的 KPI， 再重新交上来。哎，好嘞，那我做完以后再给您送过来啊。雷克森，啊，新来的那个招商总监怎么样？管文啊，嗯。 听说似乎是有点麻烦，招商部那批油子可不好搞。上任那陶总不就是因为处理不了才给走人的吗？嗯，那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解决这摊烂摊子。丁总，我听说啊，他有一外号，叫“钱包斩”，做事相当狠。这很像他的做法。 小康，干嘛？你说这个女人搞什么名堂呢？这个大清早把我们叫来，一言不发就散会，是不是脑子有病吧？不知道，一来就给我们摆脸子，一看就是不好伺候的主。得意什么呀？还不知道她能在这活多久呢？Tina，Tina啊，她在忙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刚邮件问我要了最近3个月约谈过的品牌清单。 哦，还有之前的招商规划，这光靠看就能把品牌看来开店吗？这也太搞笑了吧！嗯，明早8点半会议室开会。哈，我送完孩子赶不及啊！哎，积极分子，明早这都准时到了。 你一来就开除员工，还让公司赔偿啊？开除一个，能挽回整个团队。丁总，我看是您赚了。今天就到这儿，散会。什么意思呀？丁总，下乡的日子怎么样啊？我觉得万里挺好的，要不你也来跟我一块耍耍？我就算了，这种这么拼命的对赌游戏，只适合你这种做起事来不要命的男人。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，你爸是丽雅的前董事啊！你天天躺在床上，钞票就唰唰唰唰就飘下来了。你在万历这么有空的吗？啊，几周不见，球技见长啊！是你天天纸醉金迷的，玩到手抖了吧？光说我追你的女人少过啊？我从来没答应他们。 都是他们自己想太多了。不主动、不拒绝、不负责，这3大原则你执行的可真好啊！哎，对了，那个跟你八字不合的校友来上班了吗？嗯，还挺佩服他，真够勇猛，这样都不低头。我怎么觉得他跟你挺像的，活脱脱一个女版丁宁。 不是丁丁，你是不是人？你好歹给我留一个形象。来球吧。孙飞，早安。我路上有点堵车，连着3天。如果你觉得准时到岗开会的要求对于你来讲是一种负担，那你可以不需要勉强自己，现在可以回家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连中文都听不懂了？你要开除我？凭什么呀？你说呢？ 就因为我迟到了几分钟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今后大家跟我熟悉就会知道，我做事向来说一不二。初次见面我给了你们3次机会，只有你一次都没做到，所以我觉得你将来根本没有办法适应我的工作节奏。如果你们谁觉得将来自己没有办法8点半来开会的话，或者觉得跟着我这个新老板前途不明，可以马上给我离开，否则未来半年我不批准任何的离职申请。 完了，我没问题。今后大家就是一个团队了，我们一定尽力完成好您布置的任务。在管总的带领下，招商部一定会更好的。管总放心，我们一定配合您的工作。管总，您尽管吩咐。我们会做好的。对。对。 管总，你笑什么？有人计划没有办法得逞，我当然高兴。散会。真是心狠手辣，诡计多端。你一来就开除员工，还让公司赔偿啊？开除一个，能挽回整个团队。丁总，我看是您赚了。 孙飞必须走，他是第一任招商总的关系户进来的，学历能力没有一样拿出手，却是挑拨的一把好手。如果他不走，我没有办法稳定人心。他走了，你就能管理好吗？您不是目睹了整个全过程吗？杀鸡儆猴对于团队不稳是一招最有用的办法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既然知道闹事的结果会被开除。 我相信没有找到下家之前，乖乖听话是最聪明的选择。但你就不担心他们发现工作量增加、要求提升之后跳槽离开啊？他们能到外面找别的地方，难道我就不能招新人进来吗？眼下是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初来乍到又跟您领了军令状，我必须迅速改变目前这种跟团队对立的局面。等到我一上手，没有谁是不能取代的。 祝你好运，谢谢丁总。我来一会儿，要。管总，上班的时候抢咖啡优惠券，是我给你安排的活太少了吗？雅克，管总。 您都不知道有多划算，那个老板简直就是散财童子，来普度众生的。其他几个人呢？他们快到午休时间了，都去零咖啡薅羊毛了。3楼新开的零咖啡。嗯。哎，早上3折券你们抢到了没有？折下来才几块钱一杯咖啡，这也太便宜了吧？会不会下个月就倒闭了？明天还得多买几杯。对啊。 您的咖啡，谢谢啊。哎，我厉害吧？你靠什么方法引得流？花钱。陈轩轩，这就是你的生财之道啊！啊，你这促销方式也太简单粗暴了吧？你是照抄人家2元店吗？ 这方法不在老，在于有效。你看，人全来了，赔钱赚吆喝的事儿，你想好了后续留客的方案了吗？还有这么多客人排着队占你便宜，你想没想过有多少能转换成你未来的生意啊？留客方案，游客还有方案，头都大了。小秋，小秋，怎么啦？心不在焉的，跟王总吵架了？哎，我倒是希望能跟他吵一架。他都已经忙了好几天没回家了。哦，王总的新商场要开业了。你可拉倒吧，什么新商场啊？他就是个托管公司，真整的跟自己的商场似的。 这我要说你了啊！你真的要体谅他。自从我到了甲方公司，我才深刻体会到，筹建一个新商场真的太难了。从设计施工到建成拿批文，每一项都得劳心劳力，还得面对好几个内部部门检查整改。王丽人都应该在公司安营扎寨了。我如果是他，我几个月都不回家。关小文，你团队的那些牛鬼蛇神没有给你添乱吧？他们敢吗？ 那几个小狗我还杀不了吗？那不枉费我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。嗯，还是我们管小文厉害。来，祝贺我们管总在万里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。还得祝王太太，老公早点忙完事业，早点回家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那我就只能祝我们陈老板尽快的扭亏为盈，日进斗金。来，不解决我跟你们万历没完，我跟你说。 哎，关总，你就是新来的招商总监，哼，正好我找的就是你。不是，你是哪位？不是，艾总，您这就过分了。陶总之前是答应过你，但他已经走了。我不管你们什么陶总还是什么总，就在他的办公室，我们讲好的。现在你们想甩锅了是吗？没门儿！亚克，报警！哎哎，你报啊！我们艾总，艾总，艾总。 你干嘛？把手放开！住啊！放手！你把手放开！谢谢。您是艾总吧？你是？我是万丽新任的总经理丁宁。如果你有什么委屈和不满的话，可以跟我沟通的。啊啊！你好，你好。好帅啊！ 艾总，这下可惨了！丁宁之前在集团就是出名的不留情面，这下他这么一闹，按丁总脾气一定记住。差点忘了，你们大罗以前也是集团的。丁总，你给我句准话，你到底能不能做主啊？您的凌家呢是100%私企，自己创立的品牌呢，一句话自己说了算。他万丽呢是港股的上市公司，作为职业经理人，我只能说我尽力帮您解决问题。好。 我当初就不看好万丽，如果不是那个姓陶的拍着胸脯说这500万装修费由你们出，我怎么可能答应？现在好了，我账面上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部砸在这个烂场子上，你们要负责任的呀。艾总，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，但是虽然当时招商总跟你点头答应了，您拿的这份合约只有签字没有盖公章。 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，要不然我们各自退一步再商量商量。